在哪里感觉不舒服呢？其实呢，木星呢就是在这个腰到臀部的地方，因为木星今天早上呢起来的话，就是整个腰歪了一边，哦，就在这边歪了，是不能够站立直来，哦，就要慢慢的从床上下来，那么要站立了15分钟，慢慢走动之后，这整个身体才会能够直，不然就整个身体腰间就歪了一边。哦，那现在是从这里腰，这个、就是从这边整个通到这边，哦，从到坐骨，到坐骨，坐骨这里，对对对，是哈、哦，就是歪向右边。哦，好，嗯，好，对，这个情形已经发生了3-4年，但是不是每天都会，哦、是偶尔就是一个月可能会2-3次，那么会持续到差不多半个小时，要走动了之后呢，身体发温了，或者说才能够身体才会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帮您。谢谢张医师。不会不会，好。好，刚刚他的说法就是你这一边嘛，是吗？对对。那从这里一直痛到这里坐骨的地方。对。哈、哦，坐骨的，因为这里有谈到髂骨嘛，就是屁股的上缘，叫做髂骨，又称长骨。那坐骨大部分指的就是这里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的意思也是这里嘛，哈。那这两个合起来叫做髋骨，那如果我们统称屁股就对了。反正这一头高起来，讲屁股好像比较简单哈，大家也听得懂。所以我发现西医的专业名称太文绉绉了。好，那他从这里痛到这里，很显然。我们说旁边的往中间找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往中间这一画，那就是颈椎也涵盖瓜要处理了。哦，那还有哪里呢？腰椎，所以它等于整个腰椎到这一段都是处理它这里的主要因素。这样大家能同意吧？哦，如果说这里痛，对不对？哦，它现在是从这里嘛，这里痛就是髂骨上缘了，髂骨上缘一定要找腰椎嘛。哦，那现在还有它最主要就是坐骨这里，哦，痛，对不对？那这里就找颈椎，所以它几乎就是从这里推揉到这里，这样大家应该没有疑虑哈、哦。那没有疑虑，我们开始来处理。您的双手哈、哦、放两侧，好，放两侧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整个背部会放松，有利于操作者哈、哦、帮他舒缓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来做，这一点痛吗？一点点，那往上还会痛吗？一点点，这里还会吗？不太会，这里就不会了。从这一点开始，这里开始痛。好，所以如果腰椎，我们来看哈，这里是皮带，一巴掌，哈，就上来，大概就是在这里找。这里就痛，越往下越痛是吧？对，好，这里也很痛嘛，哈。嗯，这个哈、哦，一般因为我们的髂骨在这里，所以这里刚好被皮带挡住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要把皮带稍微拉低，你前面放松一点，我稍微帮你拉低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好，我看。这样我也可以做好，那就稍微这样拉低，我来做。这里痛吗？不会啊，这个痛，这个痛。这里很痛，对不对？嗯、对，这个更痛。这里更痛。对。好，这里也痛吗？痛。痛。这里呢？痛。所以这里都痛。嗯。好啊，另外一边我们来看，这里痛吗？一点点。这里呢？啊、这个、痛，很痛。这里很痛。痛好。这也痛，对不对？非常痛。张医师，轻点好吧，非常痛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啊、哦，非常的痛。非常的痛哦。你没有讲，我还以为你承受得了。可见这里真的是很痛，啊，一般哈、哦，这里其实不容易推。一般依我的经验，腰椎可以比较稍微大力，因为这里骨头比较大，这里可以轻一点。好、哦，那
如果他感觉已经这样过重，我们就再轻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如果他早讲，我就不会那么累。我刚刚还有一点失力哈，这样可以哈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这个很痛，这里就很痛，非常痛。哦，这里非常痛。嗯，对。哦，非常。他用非常哈，嗯，这样力量还可以吗？再轻一点是吗？好，那我再轻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哈，非常好。这样是有痛吗？一点点。一点点，好，那一点点就有效哈，那我们就一点点就好。那这样呢？痛哦，是痛。哦，那原来他对痛是蛮敏感的哈。我这个手法是已经很轻了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这样力量可以哈？可以。哦，好好。你是胃也不舒服是吧？嗯，是哈，这里刚好是胃的地方，按了它会打嗝。啊，这里呢？还好，这里就还好。嗯。所以你感觉右边这里比较痛是吗？嗯。好。如果揉胃区有些会打嗝哈，或吐气，这些都是好现象，哈。那我们颈椎的找法在手法会跟各位讲，这样就是两侧，好，好，这里痛吗？还好。这里呢？啊，一点痛。这里很痛了，哈，这一点，好，那这样呢？啊，这个还不会痛。这里还会？不会痛。不会了，哈。这里就不会了，不会，对，所以你只有痛这一个点， 对, 对, 对不对？非常痛，好，好，你对痛很敏感，这样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很好，啊，很好，这样好，很舒 服, 舒服吗？对，舒服，很舒服啊、哦，很舒服是没效的嘞，我白揉了、哦，好，那这样会不会我再大力一点点哈、哦？这样会不会可以接受？可以，可以接受，哦、这样可以哈、哦。还是要有一点点痛哈，如果只是纯然舒服哈，那变成马杀鸡了。好，好，那就这样啊。那我另外一边再帮你按一下哈。谢谢。这里痛吗？还好。这一点呢？可以的。这样还可以哈。可以。啊，这里呢？可以可以的，这一边都可以哈。对对，哦，那真的只有一边呢哈。好，上面两点会比较痛。哦，这里上面两点。对对，这两点会比较痛。好，那你放松哈。下面两点就没问题。好，那就是这里哈，我再帮你按这一点嘛哈，这里只有这一点。可以慢慢起来看看。你好，你好。感恩张医师，感恩张医师。不会不会，感觉有没有比较松一些？特别的好感受。是啊、哦。对对对对，哦、尤其是帮某些按摩了呢，这个上面那段呢，那个胃气也全部都消了。啊、哦，是是蛮舒服的，而且是这个腰部呢，就蛮好受的。啊、哦。哎，蛮舒服。谢谢谢谢张医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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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，感恩谢谢感恩感恩感恩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